come for you wherever you go. Wherever you go, I will come. Cause it feels way too good to bring you down, to bring you down low.我们现在准备去 Fairway， 去完 Fairway 有可能还会去一次 Costco。 今天我就穿了个 Gap 的卫衣，外面套了一件大衣吧，下面还是球鞋。下雨了，他本来说下午下雨的，但是现在只有几点，现在12点就下了。下周就要开始冷了，好像已经有些地方开始下雪了，不过我们这儿下周是报降温，但是没有说要下雪。Sweet Poppers， 买个这个，换个人呢。咱们要一个这个 White Pu 面，白面包。咱们买就是 regular 的吧。这个是 Peter Luger 的，就是培根。我们家好久没有买这个，就拿那个吧。这是我们家的必备食粮，这个虾。我第一次在这边看到 Mahi Mahi， 这个是我们去夏威夷的时候他那儿有的那种鱼。对啊，但怎么吃呢，我从来没烧过。 Buddy Bread 自己再买个这个鱼，我可以周末吃个火锅。丢丢，要买个蟹肉，这应该都是蟹脚肉吧。我那天去 Trader Joe's 没看见它有蟹肉，但这个量比 Trader Joe's 大一点，但是好像也贵一点吧，试一下。买个鱿鱼，啊，这个应该是章鱼吧，也算是。牛尾啊，那就拿这个吧。羊肉，白蘑菇，买这个吧。再拿了一箱橙，噔噔，因为还好我们带了个 IKEA 的袋子，否则根本就拿不上来，因为 Costco 它是没有袋子的嘛。胖哥，你把它都放好。胖哥在放东西，我准备换一下衣服。今天晚上想做一个，就是那个刚才买的章鱼。我上次在那个希腊餐厅，还有一家意大利餐厅吃到的章鱼，我觉得超好吃，就是这种食材。其实我觉得那个做起来不是很难，待会儿我要在网上查一下怎么做。今天的晚餐呢，我做好了。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想做那个希腊就是章鱼色拉玛，但是所有的香料我们家都没有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韩式的炒章鱼，里面放了这个韩式辣椒酱，然后青椒、红椒、洋葱、蒜。出锅的时候就上面撒了些白芝麻。啊，太阳好大。星期天，这个岛上冬天没有什么人，但其实今天也不是很冷，好舒服啊，空气很新鲜。
但我们还是全副武装的，两个人都戴了帽子，然后穿了高领，穿了大衣，裹得严严实实的。看一下景色吧，这个岛已经来过好多次了，它每个季节的风景就不一样。这个岛的尽头有一个公园，它算那种纪念公园吧，而且它是免费的。那有好多海鸥啊，来找吃的。You got a chance, you take it. You got a dream, you make it. Hi. No one can stop me, no. Cause 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. And life is what you make it. It's what you make it. When times get rough, pick your head up. 好大的风啊！现在只有两点多。在回家之前，我们找了个椅子，对着岸，对着河吧，坐坐。咱买个这个拿破仑，再买个什么？我们已经快到家了，下了地铁之后去买了蛋糕，胖哥硬要吃蛋糕，然后去买了两块，现在走回家。这家蛋糕店我们挺久没有去，这家蛋糕店还挺有名的吧？然后今天买了两块蛋糕。哎呀，开一下，咦，怎么有三块啊？里面六。然后它旁边有封着，好像我看到有三块嘛，三块啊，我们不是要两块吗？哎，这小哥怎么搞的？不说要两块，他给我们三块。然后这个是拿破仑，是他们家最有名的拿破仑。他们家拿破仑现在有两种，一种里面是有水果的，一种是没有水果的。今天我们买的是没有水果的，之前一直吃的是有水果的。然后这个是胖哥哥最喜欢的巧克力蛋糕，这个叫 chocolate layers， three chocolate layers 好像是。那我们吃一块拿破仑吧。他们家这个拿破仑蛋糕可以买这种一块一块的，也可以买整只的。如果家里人比较多，或者是去朋友家做客的话，通常就可以买一整个。那如果是就是人比较少的话，就可以买一片一片的。今天走了好多好多的路啊，我们岛上逛了一圈，然后去买蛋糕。我回来的时候就好饿了，早上的早餐吃的比较的晚，但中午就没有吃了。然后现在到家差不多三点半了吧，天已经挺暗了，我就懒得做饭，所以待会儿我们就吃火锅。还好昨天买了一些火锅食材，本来想下周吃的。嗯，好好吃啊，这个。这个是羊肉和牛肉，这个是粉丝，下面粉丝是胖哥最爱的，但是我比较喜欢吃宽粉，所以我自己就拿了一些。然后这个是响铃卷，响铃卷也吃不完，这个一盒有点多。我这次买的牌子是这个林生记的，先是虾和这个鱼，然后这边一盆素的是金针菇、黑木耳，切了几块萝卜。这个是腐竹，腐竹是胖哥最爱的。然后这个是蔬菜拼盘，一半是这个茼蒿，另外一半是这个西洋菜。我觉得茼蒿和西洋菜吃火锅是最好吃的。酱料是在这边，这边有一瓶这个沙茶酱，然后这个是香菜末子、蒜泥，这个是调的芝麻酱、酱油啊、麻油和这个醋。胖哥最主要是用这个芝麻酱，我是最主要用这个芝麻油。今天辣的这边是六婆的清油，上次用了一半，这次再用一半。出门带了个小水壶，
里面装了一些温水，因为这天如果带瓶装冷水实在是太冷了。嗨嗨，今天好冷啊，穿了个假皮毛，好痒鼻子。路过 Bryant Park， 这个它每年冬天的夜市，应该啊不是夜市，它每年冬天都会搭出这种小房子，然后卖 holiday 的东西。啊，现在人不是很多，我就穿过 Bryant Park， 它中间的溜冰场也开了。那边是一棵圣诞树，不过它还没有装饰，它每年在这儿都会有一棵大的圣诞树。冬天的 city 真的超级超级的冷的。实在太冷了，冷到路上几乎都没有什么人了，马上就要下雪了，我要快点回家，好冷啊。我到家没多久就开始下雪了，这个是今冬的第一场雪，还挺大的呢。不过今天的雪好像就下个两三个小时，还三四个小时它就会停了，接着就下雨，还好我及时赶到了家。这个雪才下了一个小时左右，已经那么厚了。今天是周六，我们早上去买菜了，我买了一些做豆花鱼的食材。其实我平时很少会做这种辣菜，但是今天还挺想吃的吧，而且天气也很冷，所以就做了一份豆花鱼。豆花鱼是我第一次做，但是现在从外观上来看还是挺满意的。碗的底部是铺着内酯豆腐，上面用的是鳕鱼块吧，好像是。最后出锅的时候上面放上辣椒粉啊，然后用干辣椒和花椒炸过的那个油加热以后撒在这上面，最后铺上一些香菜，看着还不错吧。我现在刚洗完脸，今天那个晚上的面膜就不做了，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，最近初冬或者是说冬季晚间的这个护肤。头发乱糟糟的，我来扎一下吧。洗完脸呢，我现在还是用这个 SK2 做二次清洁，这个已经快要用完了。用完以后我应该不会再买了，这个冬天我觉得 SK2 这个水啊还是比较适合春夏天来用。我现在的洁面在用那个Claypot 的洁面，我觉得它和黛珂的那个洁面价位差不多，但是对我来讲实用感要比黛珂的好。那 SK2 的清洁水之后呢，我会用一个，这个是 La Mer 的精粹水，我以前没有用过，这瓶我也是刚开没多久，但是我觉得很不错。它就是那种厚厚的质地，有点像胶水的感觉，我通常会滴个三四滴吧，就晚上用，然后在手掌搓开，就抹在脸上，它相当的润。如果有时候皮肤特别干的话，我会多加个两滴。而且它的气味也挺好闻的，它就是那种淡淡的香。接着呢，我就会上一个面油，面油用的是
达芬的这个八花面油。八花面油我只在晚上用，然后会滴个三四滴吧，它这个口设计不是很好。它这个口啊，就是很容易倒得多，然后呢也同样把它搓开。八花面油是属于那种比较厚实的油，所以光上脸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厚重。但是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就是你让它在脸上放个一两分钟以后，它就会吸收。因为这个八花面油它属于那种 dry oil， dry oil 它的分子就很小，那分子比较小就容易被这个皮肤吸收。看它这个油其实算是挺厚重的，但现在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。接着我会先上一个眼部精华，眼部精华是这个雅诗兰黛的，雅诗兰黛的这个呢是送的，我以前没有用过，所以我想试试。它这个还挺好推的吧，有点这种啫喱状的。但其实我觉得眼部的产品都是预防为主，很少会有产品真正的什么改善黑眼圈啊，或者是去除细纹那种。黑眼圈如果你睡得好的话就自然的会淡，细纹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完全没有，只能让它稍微的淡化。然后呢上个精华，精华用的是这个，这个是 Revive 的再生保湿精华，就是和我之前说的这个面霜是一套的。我是面霜先买的，后来再去买了这个精华，因为我用下来面霜的感觉还不错。它这个一套里面呢是含有果酸的成分，它挤出来是这样的，就还挺薄，闻上去是有淡淡的果酸的成分，而且它仔细摸的话它会有那种颗粒感。我觉得这一款它上面虽然是有写保湿，但冬天单用这个保湿力度还是不够的，特别像我们这边天气比较干燥的话，所以我之前还是会用一个油来打底，先做好保湿工作。像我现在刚上完精华嘛，我前面上了这个精粹水，上了这个油，然后上了这个精华，也没有觉得就是脸非常的黏糊，只不过觉得就是脸还挺滋润的，但是没有那种特别黏糊的感觉。接着呢就是上眼霜，眼霜也是 Revive 的这一套。这个眼霜我刚开始用，首先不说它这个效果，它的使用感非常非常的好，它看上去是种很厚重的，但它抹开以后很丝滑，就像那个奶油一样。大家如果做甜点的话应该打过那个鸡蛋清，抹开的感觉就非常非常像那个奶油的感觉。然后把它稍微的轻拍一下。最后一步呢就是上面霜，上的就是这个 Revive 的再生面霜。这个面霜也是含有果酸的成分的，而且闻上去还挺明显的，但我个人是喜欢闻那种酸酸的，有那种 citrus 的味道的，所以这个面霜对我来说闻起来感觉特别好。我觉得它只有这种果酸味，没有其他的什么香氛味。好像抹开，它这个果酸系列就是帮助皮肤慢慢的新陈代谢，所以我平时很少会做那些去角质的，就怕皮肤会变得很薄，皮肤变得薄没有防御力也不是一件好事情。那我现在脸部的冬季保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有时候就是晚上再做个面膜。